Hey yo, what's up? 大家好，我是友哥。今天这一场是一个两大前锋之间的 PK 啊。其实当时我看对方的阵容，我心想，我们应该不会倒太难打吧？毕竟对方是两个稍微都是一样的得分角啊。我们自己至少还是绿箭搭前锋，怎样都比较好，对吗？可是没有想到，我们是落后的，落后的。好，来看开局他们怎么打。这个火神拿到球，一言不合直接灌进我们家的篮筐啊！先拿下这个两分，开局嘛，开局嘛，我们就不怪他。好，我自己拿到球，直接个突破再加二段上篮，进拿下这个两分，对方也是没分配好啊。好，先轮到对方进攻，会是火神顶出这只极致球吗？没有，黄来直接复制我的二段上篮，再演示一遍。我的队友也是没分配好。其实照理来讲，这个绿箭应该是蛮好盖的、啊，这个攻框技能来这里有机制，我们直接一个先后仰巨，没想到这一场的机制还算准的。平时啊，投一个机制球都可能会不进啊，空位都会不进啊，真的太扯了。来看这里，火神又灌进了一颗。我想说紫苑应该蛮好盖的嘛，怎么一直没盖下来？然后自己用很常用的招，先接球突破一段，再来突破最后一个后仰换手，没想到被盖下来了，非常的意外。当时我心想，这火神有两把刷子，竟然盖下来这个二段了、啊。因为一般上很少人会去盖这个二段了、啊，在普通的这种排位。其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火神已经开启盾了，这么早开启这个盾，坚持得到最后一秒吗？不晓得，不晓得。好，来看我们自己讲进攻，这个绿箭，然后就传给我，直接一个漂移投篮，严重干扰，没进我们。紫苑直接灌下了这一颗，还是有紫苑在比较安心啊。好，这里这个准火神直接一个突破加残影，然后被我撞停，直接一个灌了。我想说这个队友好像真的不会盖啊。我心里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帮他盖了？到底要不要帮他盖呢？如果盖了，他会不会就用二段啊？好，这里直接一个突破后仰空位出手没进，我们紫苑再灌下这一颗，还好有紫苑啊，不然真的是好上啊好上啊，这个紫苑的板还是算蛮稳的。好，这里黄来直接漂移投篮，再加传球传到火神走上，再灌下了这一颗。我思考了一下，我说我应该可以尝试帮他盖一了下一次。好，来这里我接球突破停顿了一下，直接来个二段，没想到被抓了下来，球权还落在对方手上，非常的危险啊。现在我被晃倒了，火神怎么搞？没有，最后传到黄来手上，直接一个二段，我们的绿箭还是没有盖下来，非常的可惜。我们现在已经落后六分了，有点难追，有点难追。好，我这里直接个漂移投篮，空位出手，还好进了，好球！来，先用了对方进攻，来这个黄赖直接突破了一个后仰，这个紫苑卡在我们的绿箭呢、啊，也是太远了，应该也是跟不上去了，导致又掉了两分。这里我又有大招了，先来往左边去买菜，再往右边去吃麦当劳，最后倒回去左边去吃这个肯德基啊，俊拿下这个两分，左右左。来看这个火神要给我 one on one， 直接一个突破，再加一个漂移投篮空位出手，我没跟上。哇，刚刚那招有点帅，有点帅。其实我不太清楚这个火神的投篮技能长什么样啊，尤其是开了盾过，完全就不太懂。来，我这里我懂，我队友大了，我走到中间传球给他，直接一个惊人式听天命，先拿下这个三分，好球。来看对方将进攻，这个火神直接个接球背转，再突破了一下，突破来突破去，最后转到中间一个漂移投篮空位出手，俊超级的帅啊！这一招完全不会放，怎么可能只有让你耍帅了？失手来个以摇还摇，先一个接球突破，再来一个二段突破，再加五定式投篮，这个火神超级恐怖啊！好像要改到这样子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被这个准火神吓到啊，这个他跳起来真的是好像要盖到你的感觉，但是好像也没盖到啦，吓得我心脏扑通扑通跳啊，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。然后我自己直接这个一段灌篮被盖了下来，我的绿箭再停投一颗，我们的紫苑灌下了这一颗，比分现在相差一分差，我们能保持下去超越他们吗？反超吗？这火神再来一个投篮，我已经开始掌握他的这个突破投篮了。好，我自己想要盖一，可惜没有盖到啊。然后我突然才发现，其实我没有带到这个空战了。在寻脚的时候，我就忘记了换这个潜能，所以我带到这个投篮终结者的这个潜能啊，真的是
那个开火锅的手感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啊。来，这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直接跟大心脏漂移偷懒空位出手。俊，刚刚有看到那个火神吗？在我隔壁，超级的恐怖，还好早跳，不然我又被扒了。然后这里火神传就给黄赖，直接一个后仰白佛进来，直接再传到火神手上，只是被紫渊盖了下来，躺在地上。但是非常可惜，这个黄赖没哇，竟然没进，看来是老天给脸了，我们有机会反超了。给我直接一个两段突破，把对方偏跳起来，再来一个突破，二段无定形式空位出手。俊，刚刚那个火神就好像要跳起来扒我了，还好没被扒到。来，自己晃来一个两端突破，再转到左边干扰球没进，我们的紫渊抢下这颗篮板，直接抢赢这个有大招的对方啊。来，我们的绿箭再来一个惊人式听天命，我是故意突破到中间拉开这个火神再传球给他，虽然是有点危险啦，因为这么远传球黄赖是有这个超接近，但是只可以赌了，只可以赌。来，这火神又灌下去，还好一个 turn 我没灌进去，球权到我们手上，我们绿箭投了一个空位出手，拿下一个三分线，比分突然间就来到了这个七分差，对方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吧。来，黄来自这个二段被我们紫渊干了下来，这个火神拿到球直接空位，那个绿箭躺在他面前，只能看他投这颗球了，笑死。然后自己直接是来一个睡觉投篮，这个火神看来是盖不到了，这么远你盖到的话我可能要举报你哦。现在我们应该是稳赢了吧，自己黄来再来一个复制我的漂移投篮，比分现在是相差五分，时间还有27秒，我们应该是稳稳的慢慢打，传球给这个紫渊来一个旋风式双臂暴扣，拿下这颗两分，对方应该已经于事无补了。好，基本上我们这一场是赢了了啦。这个对方的阵容其实也是怪怪的，因为这个火神配这个黄赖其实说真的不好打了，只是对方该跟我的还是有跟到，该盖我的还是有盖到了，我个人是觉得。然后他们防守还是 OK 的，整体上来还是打得不错的啦，我个人觉得。然后主要是可以打这样子的比分是我们的紫渊啊，不是太会盖，因为整场这个火神就没有用过二段灌篮嘛，我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，最终还是没有等到。因为有些人的习惯就是可能我灌个五球一段，我最终还是会灌一个一球二段，但是他始终没有灌这个二段啊，我真的是气死了，气死了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啦，今天这一场比赛虽然说是一个王牌的局啊，但是打的还是算精彩精彩，毕竟我们一开始落后蛮多分的吧，他最后给我们最后上来一波反超了，还是队友打的也不错啦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别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，再见。